张镖头，出什么事了？张镖头，前面有埋伏，看是江山贼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张镖头，一会儿我去引开他们，你一定将信件安全的护送到段将军手中。拜托了。 各位道上的兄弟，在下沧州镖会会长张大红，不知各位兄弟今天在此拦路有何贵干呢？哼，你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，在我的兄弟没有动手之前，你把东西留下，然后带着你的人离开，大家呢，相安无事。否则的话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 老板，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东西不在他身上，那一定是被你藏起来了。把东西交出来！我跟你拼了！ 找到我要的东西，剩下的都是你们的。没有。说吧，东西藏哪儿了？还挺倔强啊。 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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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。
你有心事？你说我们习武为了什么？为了强身健体，出强扶弱。从今日起，凡入我门下者，需遵守三条规定：一，不必刀枪剑戟；二，不必棍棒击打；三，不必拳打足踢。师父，这如果有人过门切磋呢？对登门讨教者，只比四项。哪四项？一比抖大杆，二比拉百斤硬弓，三比射泥丸，四。比摔跤，真不学了。摔跤，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啊，咱们还得重新学呢。对呀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就敢杀人越货，简直猖狂！这个仇，我们不能不报！报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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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要先选出新的会长。刘天霸，这还在张镖头的灵堂上呢，在他的灵堂上，才正好能告诉他。有人代替他，会给他报仇吗？里面请。童师傅，里面请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谢谢童师傅，如今当家都不在了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受人欺辱。节哀顺变。童师傅，大堂一叙。诸位镖头，
有请，请。诸位请坐。童师傅，我听说你打算在沧州开设镖局。如今张师傅离世，我沧州镖局群龙无首。童师傅曾出手仗义相救，又做过清军教头，还望童师傅接替张师傅出任会长一职啊。这不可。童师傅，相信张师傅在天有灵，也希望你可以接手啊。我才刚刚回来，担不起如此重任。童师傅，你也看到了，刚刚在张师傅的灵堂上就打了起来。若是这会长的位置还定不下来，刘天霸指不定还要闹成什么样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，童师傅？等我们有了新的会长人选，到时候您再平稳交替给他，您看如何？是啊，童师傅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您答应了吧？对呀，是啊，答应了，答应了，答应了，您就答应了，答应，答应了吧，答应了，答应了吧，答应，答应了吧，答应了吧，答应了，师傅，答应了，师傅，就答应了，答应了吧。多谢一世相救，在下沧州张德虎，有一世相救。一个月后，把这个带回沧州，交给段将军。师傅，请用茶。好，你也下去休息吧。嗯。都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好了，散了，都休息吧。是，走吧。这一次是我办事不力，我一定会再想办法，尽快找到秘籍。这个佟忠义，我和他交过手，确实不太好对付。如果您要的秘籍在他的身上，硬抢是不可能了，只怕会惊动很多人。正是因为硬抢不可能，所以才叫你来想办法。必须让他自己把东西交出来，明白吗？是。Ugh.
会长，今个起，沧州标会的繁荣和安危，就有劳您了。会长，我等知道您以前是清军教头，可否传授一些武功给我们这些弟子们呢？是啊。我回到沧州后，就与门下定了规矩，不教功夫，只教摔跤。摔跤？我们走镖之人，这如何能保证啊？那便恕童某无能为力了。若你们门下弟子有想学摔跤的，随时可以来童府。诸位，这沧州城内若是谁有想学摔跤的，都可以来同府，童某定当倾力相授。恭喜！我儿子还想跟着童师傅学摔跤呢，到时候您给美言几句啊。好，谢谢耗子哥。哎，谢谢高师傅。哎，高师傅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来头？怎么竟让徒弟练些没用的功夫？师父，童忠义，三日不见，你就摇身一变成了沧州镖局的会长。只是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何没人来通知我？刘师父这是来登门问罪吗？问罪倒是不敢。童忠义，五日后，我会设下擂台，挑战沧州这些目中无人的镖会。你们若是赢，我刘天霸散尽家财做奖金；你们若是输，就把你从张大红那儿得来的东西交出来。你说的东西我没有，我们同门中人不与人比试。我看你是不敢吧。哼，那日你们同门
若是没人迎战，我就挂只大王八在你们同府的大门口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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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堂，挂在门口。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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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即将，刘天霸如此猖狂，进我同府大门连轿子都不下。师父，一看这个刘天霸就是来者不善，您为何不迎战他，让那家伙如此嚣张？无谓的斗狠，赢了又能如何？都散了，继续练功。散了，散了，就去擦吧，继续练。我用尽了办法，可佟忠义就是不肯交出你想要的秘剑。没想到秘剑对他来说如此重要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。该你问的吗？不该问的别瞎问。是。我呢，只想要拿回我的秘剑。至于赶走佟忠义，大败整个沧州镖局，我丝毫没有兴趣。但是对你的镖局来说，倒是挺有利的。您说的对，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你们这些镖师不是最在乎你们的颜面吗？那我倒要看看这个佟忠义会不会宁可做一个过街老鼠，也不愿把秘剑交出来。师父请喝茶。这是明天要练的摔跤内容。师父，您真的不再教大家功夫了？明天一早去通知各家镖局，都不要去应战刘天霸。师父，按我说的做。是，师父。天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你和你门下的弟子赢了，这些钱就归你；如果你们输了，命就是我刘天霸的。不知道练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？燕儿，别说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快别说，也不能保命护身。俩人跟个熊似的在那儿扭来扭去的，别说了。
是谁说摔跤不能保命护身的？师父，来，咱们过两招，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攻击我，我只用摔跤。都过来。徒弟不敢。如果你赢了，那就说明师父的决定是错的。来吧。那徒弟得罪了。三年武不如一年教，摔跤虽不伤人，但却更需功底，并非你们所想象的毫无用处。再说了，习武重在强身健体，并非一定要与人争个高下才算是有用，明白吗？师父，出事了。陈大贵，陈大贵，陈大贵，陈大贵。欺人太甚，比就比，怕你不成？上呀！你们这也叫比试？哎，我可从来没说过一对一。呀，住手！是啊，来，佟师傅来了。哎，佟师傅，佟师傅来了。佟会长，佟会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一回，用这些人的脸面和性命，足以换你手里的那样宝贝了吧？哼！原来你不是为了会长的位置。我不知道你想要的那件宝贝是什么，但是这些人的命，又岂是你想要就能要的？难道这天下就没有王法了吗？他们自己贪婪，输给了我。就算是命我不要，他们在沧州还能抬得起头吗？刘天霸，国难当头，你却在这里残害自己的同胞，该抬不起头来的人是你。你们看看，人到底是自私的。你们的生命和尊严，在你们的会长面前，怕是还没个身外之物值钱。刘天霸，你说什么？师父，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吧，人命要紧。既然佟会长不会在乎你们的命，那我倒是可以做个好人。快让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来人，把他们的招牌给我拆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沧州人还要不要脸。来人，是，给我拆了！呀，住手！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还会有更多的人因你而死。师傅，陈师傅，陈师傅，师傅，陈师傅，陈师傅怎么样了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陈师傅，师傅，陈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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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师傅，师傅。佟仲义，你今天战死在这里也换不回我师父的命，这里不欢迎你，给我走！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师父又不是我师父杀的，
这样？雨桐，我只想进去上炷香。王沃师父一心尊你为会长，你却眼见他被羞辱，不为所动。什么宝贝，在你童师父眼里，比人命还重要？对呀，这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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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拿东西交给他们，东西交给他们，东西交给他们，对不对？东西交给他们，还人命重要？童师父是舍不得吧？师父拿出来吧。我等被羞辱之人，还要一起商讨如何挽回颜面。童师父，你保住宝贝的喜悦之情，是我们不能跟你分享。童师父，请回吧。我既然做了你们的会长，便会为你们想办法。只是当时的情况太急，我也未曾想到陈表。我们商讨过了，表会的琐事，还是不麻烦童师父了。你们这些人，觉得我师父能为你们出头之事，就拉着他来做会长。如今觉得没用了，就想把我师父踢开。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哼，莫不是童师父想占着会长一职不撒手吧？不过，这可由不得你了。滚！滚！给我滚！快给我滚！快滚！给我滚呐！滚呐！我只是想进去上炷香。童师父，滚！赶紧给我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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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了？师父，家里的厨娘也走了，她怕在外面被人知道在我们同府做工，怕被人排挤。现在外面的商铺也不卖东西给咱们了，家里的口粮只够吃两三天的了。都坐下，先坐下，坐下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跟着师傅走镖，经常啊几天吃不上一顿好吃的。我呀，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。吃。有的人成为了救国救民的大英雄，有的人却成为了祸害乡里、残杀同胞的土匪善贼。你们同门中人竟如此的窝囊，想为那同舟一今日，也只能做一个缩头乌龟了吧？啊！师父，你为何不应战他？无谓的斗狠，赢了又如何？从今日起，凡入我门下者，需遵守三条规定：一，不比刀枪剑戟；二，不比棍棒击打；三，不比拳打足踢。师父，我八岁跟你学功夫，爹娘走得早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咱爷俩向来亲厚。这次回沧州，我知道你心里憋着大事，可我不明白什么大事跟我都不能说。玉堂，你八岁就跟在我的身边，咱们虽是师徒，但却更胜父子。如果不是有情非得已的苦衷，我又何尝想瞒着你？为师想要保全的绝不是身外的虚名，而是一口气，一口万万中华儿女。
绝不能泄的气，明白吗？师父，我明白了。北冥来信了，新的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了，只要临床实验一成功，你儿子就有救了。您对我们全家的恩情，我一定不会忘记。这个童忠义为了不连累别人，一定会想办法把蜜饯给送走。切记，千万千万不能让他把东西给送到外面去。已经按照您的要求，领着诸位师弟练过摔跤。师弟们还是有些排斥。六儿，六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去找厨娘了吗？你脸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我们跟着师父从北平到沧州，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现在饭碗砸了，在沧州人人喊打不说，师父还不教我们一些真功夫，整日摔跤，我们熬不住了。赵六，师父之前没少接近你家里，你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就是啊，六，我又没签卖身契，想家了还不能回啊？难道非要留下被打死，才对得起天地？那我家里爹娘咋办？你们被人打了？嗯，恨不得吃了我们同府的人。大师兄，你们以后出门也小心点。那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啊。六，玉堂，师父。师父，把匾摘了吧。师父，总有一天会再挂回去的。我们还有多少人？还剩下一半，也够我们走一趟镖了。师父，你想这个时候走镖？有样东西必须马上送到天津去，本想等人来取，可如今看来，若不送走，只怕沧州不会安宁。青菜，卖伞喽！
好的油纸伞，风车，老板来一把了。上好的油纸伞。出来一个早上吗？连个馒头都没买到。油纸伞。他们都说刘天霸是冲着师傅来的，师傅招灾惹祸，让他们平白跟着受罪，还说沧州的好日子都让师傅给毁了。别胡说，跟师傅有什么关系？大师兄，你就劝劝师傅吧，只要把那个刘天霸打得满地找牙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？要不然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。师傅若是能给，早就给了，说不准是那个刘天霸弄错了。这么死要着不放，我看不像是弄错了。你说师傅一直视钱财如粪土，怎么这次在人命面前竟也不为所动呢？大师兄，你去劝劝师傅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软趴趴的？没吃早饭？你俩再练一会儿。是师傅。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师傅，还请您出战刘天霸。师傅，我们出去一个早上，才勉强买到一些高价的干粮，很多铺子连东西都不愿意卖给我们。您不在乎沧州人对我们人人喊打，难道也不在乎之前推举您的人现在备受折辱吗？快去准备，三日后去天津。哎，师傅，练吧。哎，练练练。小心点。哎，师傅这个时候走了，被吓走的窝囊名声就彻底坐实了。是是。你们瞎说什么呢？快点干活。啊，是是是，好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走去看看。嘿，刘天霸，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，也比被你这孙子羞辱好。李成良，你今儿想死在这台上，恐怕还没有机会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想要拿回你们的标旗，就让佟忠义来应战，或者让他交出他的那样大宝贝。他来不来比武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没关系，他不是你们的会长吗？哼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了。你们这些人还真是。什么事都看自己的私利。他们不能应战，我们能。同门弟子，终于有人敢应战了。废话少说，你就说比不比吧。也好。你师父不在乎其他镖局的人命，是不是也不在乎自己门下的徒弟？刘天霸，要比就我们比，你徒弟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了。
真过瘾！打赢了，对呀，大师兄真厉害，你真是给我们出戏了啊！大师兄，您这样踢得真好。就是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您刚才是没看见，大师兄可威风了，一旗杆把那个刘天霸打倒在地，硬是没再爬起来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为我们同府增光了，这是好事儿，您怎么还不高兴啊？就说师傅，您听听现在外面的人，哪个不夸咱们同门是好样的？这可是大师兄的功劳啊！别说您不去打擂台，大师兄去了，您还不高兴？难道真要做缩头乌龟不成啊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大师兄都是为了我们。算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那件事情还没有结果吗？中国人太狡猾了，我还……山口君，你潜伏中国多年，应该听过夜长梦多这句话吧？上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如果不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等着自己向天皇陛下谢罪吧。嘿，山口君，妹子还在家等着你。哎，请师傅。慢点，师傅，山口君来了，让您一回来马上去见他。他跟没看见师傅他。走吧，去看看。是师傅。好，好，能一起上，上。好。山口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师傅，你呀，你山口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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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求求你了，我们有事好商量。Thank you.
要是再拿不回我要的东西，我就把你们沧州自诩为武林侠士的人都给杀了，包括你那等死的儿子。师父，师父。一个月后，段将军的人马会经过曹州，还请叶氏二路务必将信件交给段将军。师父，跟我来。你知道在沧州走镖为什么要挂着铁狮子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听说过铁狮子的传说吗？在沧州被恶龙侵害的时候，是一头金色的狮子制服了恶龙，后来沧州人就打造了这尊铁狮子，叫它镇海吼，把它当成守护神。铁狮子能够屹立上千年不倒，皆是因为它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沧州的百姓。你知道它的精神是什么吗？不畏恶龙，保护沧州的百姓。嗯，师父，我与刘天霸比武做的不正是此事？可是您为什么？你还记得我们为什么会离开北平返回沧州吗？师父不满现在政府政策，频频向外国政府示弱，出卖国家尊严。可我还是不懂，师父为何回了沧州，不但连功夫都不肯再练，比武也避之不及。我们在北平的时候，不止一次地见到国人之间自相残杀。若是这样下去，不需要外敌入侵，国也将不国。国也将不国？这镇海吼救人的时候，从来都是不分好坏，一视同仁的。所以，纵使刘天霸如何作恶，他也皆是我们的同胞。你跟我来。尊敬的公使阁下，您好。日本与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友好邻邦，作为我方政府最忠实的朋友，最后希望日方能与我方结成合作，共同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。这和卖国有什么区别？若是自相残杀，到最后还不是这侵略者渔翁得利？你还年轻，有些道理现在明白也不算晚。这封信，我本来想等段将军路过沧州的时候
交给他。可现在，只怕日本人是狗急跳墙，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于腾，师父，你替为师跑一趟天津，务必将这封信交到段将军的手上。师父，你，童师父，童师父，你开开门呐！童师父，求童师父救救我师父！小心点儿。乖，我们出去玩哈。童师傅这边请。哎，童师傅，这次呀，多亏了您的大徒弟，要不是他为沧州百姓出这口恶气呀，刘天霸还不知道要嚣张多久呢。哎，童师傅，玉堂，等等，将这封信连同我教你的那封一起交给段将军，请他务必帮我救一个人。快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师父。你去告诉刘天霸，我接受日本人的挑战。比武那日我必到，只不过到的时间由我来定。是。听说了吗？三日后又设擂台了。听说了，童师傅终于应战了。说到底啊，还是刘天霸生的事儿，来祸害咱们沧州百姓。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快走！我走。嗯，老板，走走走。行，我走。好，那无字不贵。师傅，别到时候又要请客啊！今天说好了，我来。好，师傅，您说，佟中义为什么忽然答应比试了？不会有诈吧？师傅，你慢点。师傅，高玉堂出城了。这个时候出城，肯定有什么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师弟。是。你们沧州的这些武林侠士，难道都是懦夫吗？让我见识一下你们沧州勇士的勇猛！外面擂台开打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有你大师兄的消息吗？大师兄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师傅，您还去不去擂台啊？这会儿大家都在议论您到底去不去的事情。再等等吧。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您就要被唾沫星子淹死了。下去吧。
李师傅，李师傅怎么会这个时候来了？来，请坐。童师傅，既然答应比武，为何安然坐在家里？我还有事，不能前往。什么事情能中过整个沧州习武之士的颜面？还是说你童师傅看着我们一一败下，最后一个压轴出场，这才有面子？擂台又没规定我师傅必须什么时候去，我师傅不高兴去就不去。佟仲义，枉为你是个练武之人，枉为你是个沧州人，日后就算我们整个沧州的百姓都死光了，也不再麻烦你佟仲义。师傅，太惨了！谁还能上去？谁敢叫人啊？太狠了！李尚真一个人太嚣张了。哎呀，他也真厉害！你不是说佟仲义会来的吗？佟仲义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找死！他要是今天不来，就由你来代替。住手！佟师傅来了，救星了，太好了，救星了，终于能出头了。佟师傅来了，对呀。师傅，佟仲义，你终于肯现身了。你费尽心机逼我前来，就那么肯定可以达成你的心愿？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愿赌服输吗？如果你输了，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和你的命给我留下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只怕我的那些枪子儿，他不会答应。那你也得赢得了我。我今日不伤你性命，因为这里是比武场，我们中国人最重武德。若他日被我发现你再残害我中华百姓，绝不轻饶。
你没事吧？屠龙爷，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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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要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台下这么多沧州人，你确定你杀了我还能离得开沧州吗？就算跟你同归于尽，我也必须要拿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为什么帮我治腿？我不想我徒弟在悔恨中过一辈子。为什么就是不应战？国难当头，与自己人动手，就算争出个高下又能如何？哼，别把自己说得好像多伟大。这些大道理谁不懂？可佟仲义，你不是我，你不懂这场比武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有多重要？又不能救国救民，不过是为了一个虚名。虚名？那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，我有什么用？我是为了我儿子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你徒弟的人生重要，难道我儿子的人生就不重要吗？徒弟打断我的腿，我没法救我儿子。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难道就不该对他心怀愧疚吗？啊！佟仲义，你为什么要回沧州？你若是不回来，我也不需要做沧州的恶人了。为什么？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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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佟师傅，恭喜佟师傅，恭喜，恭喜佟师傅，恭喜佟师傅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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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开枪！好，好，恭喜佟师傅！恭喜佟师傅！恭喜佟师傅！谢谢，谢谢各位！恭喜佟师傅！啊，李师傅来了！谢谢，谢谢！恭喜佟师傅，您的武馆开张啊！我代表沧州的百姓，给您备了一份厚礼。这可使不得，佟某怎么受得起啊？您绝对受得起，佟师傅。我也来拜师了，刘师傅，快请起。师傅，时辰到了。
彭家武断，只教摔跤，若无外敌，不得与人械斗。练武之用，在于强身健体，而非伤他人之体。练武之用，犹如镇海吼的精神，在于保家卫国，而非同胞相残。凡入我同门者，须谨记。是，师父。走吧，我们吃饭去吧。好，好。